新破名都可以去查，好吧？来 ，MCQ， 专柜一件破万，亚历山大麦昆一线，女生最爱买他们家的什么小白鞋、燕尾鞋呀、啊？哦，一双一万多嘛，他们提水件也一万多，但在代购店的，代购店的行情价五千到七千不等，好吧？来 ，PD， 这光我的直播台在卖一件就六千多块了，哦，不用讲到专柜，光我在卖一件就六千多了。好吧，来，我请问一下，有没有被模糊带过了？里面刚刚我丢了十，他昨天就是这样子啊，里面丢了两件美牌啦。啊，你们事实上看到大多数都是欧牌嘛，你们就认为说这全部都是欧牌嘛，你们就认为说自己很有机遇拿到欧牌嘛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他一袋卖多少钱？他一袋卖三千多。一袋卖三千多块啦。一袋卖三千多，他、跟客人讲说什么？你会收到一至两件。对吧？啊，没有错，客人确实收到两件，但两件都是美牌，没有欧牌啦。你可能就是收到这样子啊 ，Holy Sir 加一件 Tommy 这样子三千多块。你们如果收到这样子，你会爽吗？你会觉得这他妈叫福袋吗？这个叫垃圾袋吧？各位，这个叫垃圾袋吧？我刚讲应该没错吧？你今天他妈的，我们要做就把东西做圆滑。不要让观众讨厌你们跟我买东西，知道马克很敢卖，知道马克很敢赔钱的，知道帮我打知道。你今天站在我头上啊，不打紧，你还傻泡尿，大哥，你他妈你把客人当智障欸，他真的他妈鸡巴把客人当智障欸，你丢了一堆来，丢了六件五件哦，丢了六件欧牌。两件美牌夹在中间，干你娘嘞！客人就他妈鸡巴以为他们会收到欧牌，因为欧牌居多，每个人都拿到美牌。请问谁拿到欧牌的？告诉我啦！干你娘，拿到美牌不打紧，美牌还是假的。啊，跟观众讲说可以去专柜验货，验你妈鸡巴、啊！你怎么不去验你妈鸡巴？哈，你怎么不去验你妈鸡巴？你告诉我嘛！因为你骂的鸡巴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可以吗？是天然的还是做出来的？搞不好你妈是男生啊！这种违背良心的事，你有办法做？哎，各位，我这样子好了啦。今天我们就不做生意了啦，好不好？我给那里直播啦，不是为着要卖物件啊。安尼啊，他你说他卖三千多是不是？对，三千多。他欧美牌混合卖三千多，来各位，听好了，我们就撞他。怎么叫撞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就有记起耶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小帮手，这边我担了，也不用跟公司验一半的啦，就算我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线上的兄弟姐妹们，你相信我的，此时此刻哦，好、哦。现在相信我的，我全部我跟他一样的东西，好不好？一样的东西，你现在相信我的信任数字，先帮我打三千加一，先帮我刷板。现在他没有打三千加一就锁单了，好不好？他现在没有打三千加一，等一下不能加哦。我先讲哦，哦，你们现在只要没有打三千加一的，等一下你都不能加哦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骂这个垃圾，说他卖垃圾袋嘛。我不可能干这种事情啊！所有人听清楚了，他欧美牌混合，来，来各位，我把美牌全部抽起来，来三千不卖，不要讲三千啊，来信任数字帮我改刷啊，两千加一就好了。来，我先讲两千不卖。什么叫了钱？什么叫架杠的了钱？各位，全部都是欧牌，你要嘛收到欧牌，要嘛收到潮牌。哦，全部改刷两千加一，两千加一没刷，一样锁单了、啊。好。哦，你现在只要没有打两千加一的，等一下你都不能买。你有打的，等一下你可以买可以加。你没有打的，等一下你连买都不能买，懂我意思啦？哦。懂我意思啦齁，我就想请问各位一句话啦，好不好？这里哪一件衣服2000块以内买得到的？
买到吗？两千块，干没有？没有啊。两千块干没有啫 ？MCQ 不要卖够。来，两千块被我啫？没有。我欢迎你们各位去线上官网查询一下，哦，这些品牌这些衣服，哦，一件多少钱？好不好？这干没有？这里哪一件欧牌，哪一件潮牌，你买得到两千块以内的啦？来，你知道马克赔钱的打赔钱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要 跟各位一个观念呢、啊，哦，平常这些衣服我在卖4000到6000不等，我卖各位卖4000卖6000，我可能卖你们5000好了啦。你殊不知我一件衣服我只赚你们500块啦。人家卖你们卖人家卖你们3000，你殊不知人家一件赚你们2000块，而且你买到的是仿冒品。我今天跟各位讲哦，赔钱生意没有人做，但我为了一口气，我可以当做回馈给你们线上观众。我要你们知道，不要贪便宜，你们买的是奢侈品，你们买的是品牌，是名牌，穿在身上的东西，你要走出去让人家感觉你东西他妈的有问题，还是要走出去让人家感觉哎？有在买精品哦，是个精品人，看你自己的感觉啦，懂我意思吗？来，我玩很大啦，不要说两千啦，两千我都不卖都无所谓啦，好不好？兄弟们，你们相信我今天很狂吗？你相信吗？狂到连我妈都认不出我是谁。来，听好了哦，机会只有一次哦，好不好？机会只有一次哦，等一下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买三代啊，我保证每个人都会买三代。你今天除了会收到短袖之外，长袖外套、短裤、长裤都有机会收到，有没有问题？两千块买到这些欧牌已经干死人了啦！什么叫赔钱？你们线上的人，你们认为两千不卖还没有赔钱没关系？等一下我话讲完，你如果还不认为你们赔钱，好，我出去去搞事好啊 ，OK 吧 ？OK 吧？我真经没了钱啊，这趴拢没洗掉啦，你要信吗？我真经了钱的，来我信了，来先听我讲哦，等一下。一代、哦、你只要打加一，一代、哦、我马克就是卖你们1999，保证就是欧牌，我不会让你们收到什么 Tommy 啊、Hilfiger 啊、什么 Hollister 啊、美牌，没有美牌，一代我就是卖你们1999，小米哥了解。如果你打加二，第二代林北卖你们999。刚刚我说一个人紧绷可以买到三代嘛？如果你打加三，什么叫赔钱？我一代卖你99块，卖工下面欧牌美牌啦，99块，你他妈你连路边摊连夜市都买不到啦！夜市仿冒品自己印的一件要不要200-300块？你收到的货全面可以验货，你操他妈收到假货，欢迎你告死我！OK 吧，我这个人做事敢做敢当啊，我就敢背啦，好不好？今天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我觉得这是面子问题。好，我觉得这是面子问题啊。来，所有人听清楚咯，等一下你要一代的，请你帮我打1999，后面帮我打你的身高体重加一，有没有问题？我只讲一次哦，好，我只讲一次哦，好不好？你要两代的，请你帮我打2998。身高体重加一，有没有问题？你要三代的，帮我打3097，身高体重加一，有没有问题？来，没问题，打没问题。我帮你们总结金额了，我一代卖1999，第二代我卖999，第三代我卖99，金额我帮你们总结，请你们按照我们的金额打清楚你们的身高体重，有没有问题？99块，我就问你们啦、啊。
你就算1999你买得到美牌欧牌啦，你他妈的999块你买得到欧牌吗？啊，99块你买得到欧牌吗？不要再问我说一代几件了啦，哦，我就正经诶，哦，一代就他妈一件，好不好？一代就他妈一件啊，干你娘嘞！我诶、欸，我就蒙姐，我三代总金额加起来3097。我光讲总金额就好了，3097这个金额买得到我桌上哪一件啊？拢买无啊！来3097，你们现在可以反驳没关系，好，你们现在可以讲，好，你3097你买到桌上哪一件？你告诉我啦，哪一件低于3097的？你们要听清楚欸。你打3097加一等于说三件呢、欸、一件平均不到1100块啊，干你娘嘞，比托米还便宜啊，个欧牌的东西有够好的，比 Hilfiger 还便宜，比 Hollis 还便宜，比 Guess 还便宜，比 CK 还便宜，比你他妈鸡巴半克点还便宜，这个他妈智障借钱都要借来买啊，都不用跟我讲说什么月底杀小有的没有的，然后这个月要缴税有的没的，不用讲那种屁话，这种价格你去借钱你还不借来买，他妈头脑有问题啊，懂我意思吗？都先不要偷家啦，我还没有开放加一啊，好不好？都先不要偷家好不好？2分钟时间，小帮手就只有2分钟，2分钟加一，你只要没有加到，我码表一逼时间到就锁单了，我后台我直播关掉，我不会让你们加单，跟你们说一声抱歉，我只给2分钟。等一下喊完加一的，请你直接帮我私讯我们的粉专或者是官方 LINE， 自己做私讯填写订单的动作，人文经的吸干，来自己加吧，不想讲。来2分钟啊，自己加，没加就没了啊，我先讲。3097就是三代啦，好不好？什么巴拉瓜那么吵？有什么品牌哦？都是夜市的牌子，尽量不要买，好不好？因为恁白了钱，我不想要讲一摆啊，好不好 ？OK 吗？你刚刚没有听到我介绍的，就不要买了。OK 吧？我就这么鸡掰，好不好？3097，你只会收到一件侯利斯特。会害怕不要买，好，但是现在的人都不害怕，他们一直在买，哦，我已经做到，所有的人都相信我，他妈的干你娘！各位，你们如果收到，来啦，我这样讲啊，你收到的，你们现在可以截图，哦，你们现在可以截图，我不想要有争议，来，你们现在有买的人，有喊加一的人都可以截图，你收到的，哦，只要不是我桌上这些品牌，好不好？我马克个人。个人啊，你跟我买一袋福袋，我就赔你10万新台币啊！你像那种你们大家都打加三加二的有没有？你买2袋我赔你20万，你买3袋我赔你30万，全部是新台币，而且我亲自开车送到你家，拿到你面前给你。你他妈你干你娘！你住在菲律宾，我就飞去菲律宾拿给你 ，OK 吧？有没有诚意？外面直播主人敢当？正兴干嘛报警的吗？没啦，我跟你挂报警绝对没的啦。张白痴要不要加三？要。3097块，你收到的是三件欧牌或者是三件潮牌，你绝对不会收到美牌啊！你这么正亏的呢，大爱啊！诚信直播主啊，你他妈的一袋卖三多少？3280还是3680？3680。你一袋福袋卖3680啊？干你娘鸡掰！出2件美牌给人家，吓惊吓醒！哎、欸，乖，我3袋起来的总金额还不到你一袋的金额哎、欸，而且我的客人齁通通不会收到美国品牌，通通都是收到潮牌跟欧牌。
敬你一杯。